各位好，咱今麦开始上课哈，大家请起立。啊，各位好，请坐。啊，大家学员阿曼，大家好。啊，真欢喜安尼，今仔大家肯开时间，佮开钱哦。来为着台湾的前途做伙来拍拼吼、哦！我甲各位恭喜大家。我是住伫水边的潘姓潘啦吼、哦。你看迄我的姓是啥？这树姓吼。啊，台湾人大部分拢是平埔族的原住民，好、哦，我开用原住民，不是原住民哈、哦。咱是这个土地本来的主人。包括高山族的哈，拢是咱台湾的主人。那么真可惜，咱几啊千年来拢是干那部落，所以无真正做变一个台湾国。那么好不容易，1895年，日本政府来统治台湾，好好啊，甲咱整顿，开过50年的时间。本来甲咱是一个算还阁真蛮荒、真算无开发的所在，有法度利用50年，就建立予咱台湾跟日本同级的国，一个国民的素质。但是这68年来，迄个国民党来了，甲咱洗脑，用愚民政策，哦，甲咱洗到咱台湾人拢安尼水准愈来愈低，吼、哦。咱的水准说，跟今麦中国迄边一直咧拉近，哦，所以咱台湾民政府这下，咱这成员，若无较紧做伙拍拼吼，赶紧把这个流氓政权请出来吼，咱的子孙唔知要安怎吼，啊，所以大家今仔来遮，啊，我有做一个 PowerPoint 哈，做抛砖引玉哈，那么大家做伙来检讨哈，我今麦就开始来讲哈。因为今仔时间较赶，即本来要2点钟较讲会完，啊，因为我的时间较短吼，所以我就简单介绍一寡吼。我过去出世伫屏东潮州吼，那么我参加过民进党，一直到即个习近平甲柯信良咧做党主席，啊，因为一个讲要大胆西进，一个要啉和解咖啡，要金马撤军，所以我对这两个党主席的作为，我真无满意，所以我开始民进党的活动无咧参加，一直到建国党成立，我足欢喜讲哇，因为我迄阵嘛独派胜利的，那么伊咧讲这个独立建国，足合我的意思的，吼、哦，所以我就拿随加入。结果两党完了，因为这个建国党水准足高，拢是学者，拢是一挂师资辈人所组成的，拢是工程师、医师、律师，吼、哦，拢一级的教师。啊，所以民进党煞会烦恼，讲哇，啊，这素质遮高，啊，阮民进党拢专较普罗大众吼，真侪拢较一般的吼，安尼可能。会有这个党变倒，所以伊用人头党员，甲加入建国党，造成建国党的质变，就是讲伊定个讲要求要定选干部，吼、哦、啊，所以好哩，甲在讲中华民国这个伊的人团法咧有规定，政党袂使迄个取消的对吧？啊，所以。干那尾啊，干那保持一个建国党的名，但是内底建国迄个干部拢换做民进党渗透入去的人，所以建国党从开始一直无作用作为，无本来那民进党心内底也较正呢，卖用这个邪恶的这款干那为着一党的利益，会当让建国党咧发挥。做法理论述的部分，啊，民进党
看要做街头运动，吼、哦，你算一个议会路线，吼、哦，啊，一个行法理论述的路线，吼、哦，啊，民进党就是议会兼街头运动拢做伙做安尼，一定甲台湾人好好啊凝聚一个团结的力量，共同来对抗这个国民党。结果民进党为着家己的党的利益来牺牲。建国党嘛，牺牲着咱台湾的前途，吼、哦，所以真可惜，吼、哦。过来，阿姐，伫我对政治拢已经失去信心的时，开始自我放逐，啊、哦，都怣怣啊咧境外求啊，哈、哦。那么有一天。公司咧起一个捷运，啊，住个中正地下道，我逐工上班拢爱为啊经过，结果因咧崩去，所以我爱走顶悬，所以伫个五福路甲凯旋路的路口，迄、那个三角窗，我看到哎、欸、哦，迄、那个大楼一楼边啊拢插一支旗啊，拢大旗哦，我想讲哦。这美国的直销公司来台湾开分公司，啊，唔知结果咱林志贤秘书长底下咧做伊个选高雄市市长的总部设底下，我也唔知啊。就讲我是看报纸，哎呀，佫有看一个小小的方块吼，啊有这个机啊，啊佫有讲有电台，会怎转来听？哎，我讲哎，这个敢若台对台湾前途？好、哦，跟他有关系哦。我从转来听，哎、欸，讲起来迄个频率，看我内心会产生共鸣。哎、欸，哎、啊，个顶晚个讲，一礼拜拜六要伫武庙要演讲、哦，我就准真正走呀。吼、哦，迄阵咱秘书长咧演讲，迄、那个气势吼，甲秘书咧选总统，像阿扁迄阵咧选总统，加起一片风云。所以我听到本来拢冷去啊，对政治拢冷去啊。听一个规拢烧开、热开，烧到差不多39度。哦，我机啊，那这个机啊，吼，哎，有，伊阵我那有一个机啊，有，就安尼设计的，分互我嘛好。我一家手，我们一当年呢，结果安尼，就迄天安尼发烧，烧到今仔日拢还过39度，啊，未退烧，哦，所以我特地我拢来啊，哦，多谢。啊！希望恁大家上课了，安那爱有这款感受，吼、哦！你无发烧到39度，无你嘛38.5度，吼、哦！啊，莫烧歹了呀！啊，所以从刚开始，我对秘书长对个只嘛，拄啊7年过，要3个月，吼、哦！我感觉对伊对了足对的，足有意义的啦，因为我。较早伫民进党啦，还是伫建国党，所以无得得到的答案，拢伫秘书这阵才找到，所以我足欢喜的吼。较知影讲，咱拢骗了台湾人，迄种骗到有够死的吼。OK， 好啊，咱进入主题来复习台湾主权地位的变化是安怎哈？第一就是上重要，就是咱为下关条约哈，是大清帝国皇帝跟日本的皇帝签。这个和平条约哈，好，啊是皇帝无可能出兵嘛，所以大清是派李鸿章，啊日本是派这个总理大臣，就是因的首相伊藤博文，因作为来签这个下关的这个和平条。那么下关条内文的第二款，有讲大清帝国将下开地方之权，并将该地方所有堡垒、军旗、工厂。一切属公的物件，永远让予日本。注意个，看这个，永远让予日本，永远都拼无形的安尼，对不对？哦，所以甲近年中国，无论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咧讲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好笑的哈、哦。因为既然你都卖人去啊，袂使讲你阿公卖人啊，甲今麦你阿公，较早迄款阿公的。好，过来，内底有讲到台湾全岛甲所有附属各国岛屿，这个各岛屿
包括钓鱼台哦，这尖阁群岛哈，啊，过来澎湖群岛，啊，这个澎湖群岛与有这个经纬度了哈。OK， 来第三条款里讲，监管所讲的这地图所为更改，伫这个和平条函批准了，两国爱派两个官员共同划定疆界，啊，就地踏勘。确定划界，你甲想咱一般民间土地买，一定得爱代书写合约书，吼、哦，啊，佮请地政署所派测量员来测量了电盖至双方确认签字了，办过户，对不？民间就遮定金啊，何况讲是一个国家的，吼、哦，一个领土，吼、哦，土地的割让，吼、哦。所以这种作定金的哈，过来，伊的第五条款有讲，本约批准互换了后哈，含两年之内，日本准大清帝国牛物地方，就是这个台湾甲澎湖的人民，大清的人民，若要迁出去外地哈，会当变卖你所有的产业，退出界外，但是咱两年满了无迁徙走的。就把你当作日本的臣民来给你管理，哈、哦，这有这两年的思考期，哈、哦。但是你给去中国兵来台湾占领了，1945年10月25日来，到过年差不多三个月以后，伫1946年的1月12日，用行政命令，把咱所有的台湾人拢变更国籍，叫做中华民国的国籍。变做因的国民，好啊，这是不合国际法，所以美国加这个英国，因的外交部拢发电文抗议哈，因为旧金山和平条还未签订，台湾的前途、台湾要何去何从，拢还未决定，你哪会使讲变更当地人民的国籍哈？好，过来，咱来看1945年的9月7日，伫东京东京湾的这个密苏里舰队员签投降书了。麦克阿瑟发布一般命令的第一条，命令蒋介石的部队代表民军来台湾，哈、哦，占领台湾，哈、哦，啊，甲日本军的这个部队的武器缴械。但是到1949年的国共内战，中华民国建书大败退，因这武装的难民非法入侵台湾，这都非法的，电管这个合法的。这是受到盟军啊麦克阿瑟的命令来，但是这个是非法入侵啊！哦，一般难民你要逃走去人的国家，拢爱真谦卑，拜托迄个国家来给你收留，来给你保护。但是这个唔是呢，因是有武装、有炸炮、炸枪、炸刀来，吼、哦！迄阵咱台湾人的所有武器拢要收缴去啊，所以咱无法度反抗。啊嘛就是美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来，好运来到台湾了，哈、哦，好，过来，到2006年10月20日，咱秘书长这个控美案，哦，啊，简单介绍就是讲，基于呢联邦的地方法院，甲咱判定讲，咱本土台湾人无国籍，哈、哦，这个本土台湾人无国籍，只好讲，这个消息那发布，台湾人爱规个爱请来。结果国民党做厉害，因掌控所有的这个资讯媒体，吼、哦，不论是报纸、电视，拢总有红色，所以真侪台湾人拢唔知影哈、哦，所以也无听讲有偌大的骚动哈、哦。啊，这个本土台湾人的定义，就是1945年9月7日，迄个时间点，就是麦克阿瑟发布一号命令，迄天，还佫住伫台湾的这些咱的许多人，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包括伊所生落来后代，拢总叫做本土台湾人，因为迄阵拢也无外国人入来，中国兵军队拢也袂来吼。到2009年4月7日，咱阁有上诉吼，去到高等法院。那么高等法院，联邦的高等法院，甲咱判讲台湾人无国际普遍承认的政府，台湾人无家己的政府对吧？哈。现在这个政府是中华民国流亡政府，不是咱台湾人的政府。台湾人生活在政治的联合当中，哦、你看咱现在咱所吃的东西，哦、
大家拢假，吼啊，有诶拢用化做诶，啊，有讲，迄啥，米粉内底无米啦，吼、哦，我这啊，土豆又内底无土豆啦，哎呀，老婆饼内底嘛无老婆啊，老婆饼，哎呀。婴儿奶粉内底嘛无婴儿，好啦，好，咱即马是咧苦中作乐的款吼。在咱台湾人迄、那个，咱较早拢笑中国迄边弄乌乌心的有无？后讲用导游，唔用头毛去做导游，有无？啊有捡遐卫生块有无？咱伫英国伊捡起来，加加做一只一只，伊有法度加用化学药剂做的，变笋干出来呢。嘿，影片我看了有够神奇，讲哦，中国人足聪明，但是因迄聪明拢是咧害人较济啦，吼、哦，所以咱无恶意，所以台湾迄个中国文化，迄边的文化吼、哦，就是世界上澳大利亚文化吼，迄、哦、有做文化的毒草，吼、哦，所以咱无去食着迄款的吼、哦，尤其儒家思想，即儒家思想用教咱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有无？拢因咧做君，啊，咱做臣民，咱都要加服侍。因拢父父子子，因拢咧做老爸，咱拢做囝，咱趁老爸食。咱拢做奴隶，所以我搁加一句，叫做主主奴奴。因拢做主人，啊，咱拢做奴隶，咱拢做奴仆，咱拢是做伊下骹的对吧？哦，所以咱莫去学些儒家思想。咱袂，咱爱学日本。人日本百几年前，因就知影讲中国，这算腐败一个国家的文化。因脱亚入欧，你看，二三十当年变作亚洲上强的国家，吼、哦。所以日本咧用这个咱那个东亚大东亚共荣圈的是安怎？你看南太平洋、印尼，还是这个那个泰国啦，吼、哦。越南，因这国家过去以后日本占领过，因即摆他还无咧反日，就是因为唯一就是讲黄种人的日本国要甲白种人伫亚洲的所在咧殖民的，即要甲即白人拢赶出去，等于是咧替亚洲这黄种人咧争一口气啊！所以战后你看。大部分这南太平洋这国家哈，拢嘛要支持日本，拢不咧排斥哈，不咧反日。OK， 后来，咱个过去咧到联邦的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有受理咱这个案哦。啊，第一届咱去过的时候，联邦的地方法院甲咱收件吼，2006年10月20日咱甲过迄届，甲咱收件，咱秘书长就甲阮讲，咱赢一半。是安怎讲赢一半？拢还袂开始咧法庭咧攻防，因为咱告着人啊，因为咱告的单位告了对啊，就是美国对台湾有管辖权，就是司法管辖权哈，伊唔卡会甲咱收件，台湾人唔是伊管的，伊无资格甲咱收件，无咱那唔去告英国，还是法国，哦，就是伊甲咱收件，表示美国对台湾有管辖治理权，哦啊，所以。咱比如讲，安尼过着人，咱赢一半，吼、哦。啊，这头一届是咱本土台湾人向太平洋战争的一征服者美国，伊的联邦最高法院依照国际法、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包括美国的宪法来提出告诉，吼、哦。但是伫2009年8月7日，哈、哦，本案的被告美国政府的代表国务院宣布放弃抗辩权。现在爱放弃，伊知影伊阁告了告输，哈、哦！而且美国的行政单位，哈、哦，无论是国防部还是国务院，拢阿袂准备好，哈、哦！所以赶紧提出放弃抗辩权，哈、哦！啊，这个说明就讲美国话咧讲，就是讲，比如美国嘅政府放弃抗辩权，表示原告，但是咱本土台湾人对原告。美国政府所有的告诉甲叙述的理由、法律见解，拢总正确，国务院完全确认哈。好，那么过个月哈，我联邦最高法院就宣布讲搁置本案待审。哦，
吼，伊就是讲爱好咱双方面拢爱准备好，吼，啊，无伊若判来讲，台湾是美国嘅军事占领地，美军爱入来台湾，啊，美国要入来台湾，爱有一个亲美即个政治团体，啊来甲伊配合吧，啊，所以伊先搁置本案，吼，好，啊，但是美国。这个说明就是讲，美国政府爱对咱本土台湾人六十四年来一挂行事吼，无要再抗辩，吼对伊所做即个龌龊的代志吼，伊无要再抗辩，表示全部确认。但是法院要求今后爱依照依法正确行事，爱依照对的法，旧金山和平条约，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等同吼美国宪法，美国总统拢爱遵守了哈。啊！伫咱比如像林志坚咧控美案中间吼，这个被告的律师，吼，这个 Patterson 这个吼，这是国务院派出来的律师，伊伫联邦法院有答辩讲，美国无台湾的法律主权，这句是对的哦，吼。本来迄个原文内底就讲，谁拥有台湾的主权？美国没有，吼。但是虽然无法律的主权，但是。美国对台湾有管辖治理权，哦、就是讲他一个土地有分所有权，啊，啊个地上权，哦、你看有的厝，有的人个厝起伫别人个土地顶管、哦，啊，所以造成纠纷，哦，迄、那个土地是另外一个主人个有所有权证个，但是顶管迄间厝有可能迄个地主授权啊。啊，反正我土地作地，好你去啦。但是伊无土地所有权证，但是地上物另外一个人有权证呢。好，就有这款情形。那么台湾就是同款这个状况。啊，就是我捌讲过，那我给你租土地，租约成立，钱交了，迄天开始，你就是放弃你迄块土地地上的管辖权。好，我判量话，伫电管要种什么物件，就在我。但是我若甲你租五年，啊五年到，你无爱去租我，你得收回地上管辖权，吼、哦。那么台湾即马的经营是安尼，日本天皇拥有台湾的主权，但是日本天皇甲台湾的管辖治理权交予首相咧管理。那么首相因为发动太平洋战争，啊即马战败，受到处分，吼、哦。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是要求日本爱放弃台湾甲平壤，只是放弃。台湾电管这个管辖治理权呢，这个主权无叮当无办过哦，嘛是要个日本天皇的哈。来，佮等下到1945年四月七日讲哈，是日本的天皇下诏书，将大日本明治宪法施行伫台湾哈。啊，这是原底诏书的哈样式哈。为迄刚开始哈。日本政府会当带台湾征兵，吼，这都已经有主权的象征。啊，征兵就是咱有效忠的对象，吼。啊，迄阵台湾人嘛有参政权，吼，甲参战权。参政权就是讲会当派五个众议员，啊，三个参议员去日本东京的国会去参加因的立法，吼，议事，吼。那么台湾就因为安尼依照依法。变作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啊！啊，这都要称大清帝国的辽东半岛，赶快。当初马关条咧签是有要辽东半岛爱原来爱割让给日本，但是因有三国干涉，吼啊，所以尾啊，佮另外签一个辽南返还协定，佮把辽东半岛还给大清，但是大清爱佮赔30,000。哎，3,000,000纽银和日本哈，不割地就赔款。OK， 好。啊，蒋介石只是代理美军来占领台湾，好，这是一个国际委任关系啊，是美国委托以来代理占领的哈。啊，这在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草拟之前，我那有一挂记录了哈。啊，那么就在那日本东京还佫有供奉39,100的台湾人的英灵底下，好，啊，这就是代表讲咱佫看日本。还有关的，还有连接条的，吼，跟大日本帝国还有连接住，啊，所以咱呢替日本天皇建祠的这英灵，吼，拢还有供奉伫东京的靖国神社，啊，人其他国家拢请回去啊，尤其像韩国，哈，
因已经独立，所以应该因的英人拢请回来哈。好，那么咱过来看有关台湾国际地位的条约、法律、宣言啊，伊的位阶来做一个比较啊。相关的就是这两个，这是国际条约，国家跟国家所签的。下关条约是两个国家，大清帝国跟大日本帝国签的。过来51个国家。好，签的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哈，这个上重要是这个了哈。那么过来，这个看台北合约，这个搁较歧视啊哈。这是伫美国的要求之下，要求日本政府爱跟中华民国签台北合约。啊，伊的侮辱是旧金山和平条约，但是这个台北合约伫。1972年，因为日本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哈、哦，来建交了，这个日华台北合约准失效，啊、哦、，OK。过来，美国台湾的关系法，这个是美国国内法，啊、哦，这个其次啊，哈、哦，佮上加就是开罗谎言，啊、哦，这个第伊是一个新闻公布呢。无人签字哦，丘吉尔啊，甲罗斯福、蒋介石拢无签字。好啊，所以为安那来看，中华民国上爱杀这个新闻公报出来讲，结果这个都所有安尼摆落都摆伫上尾啊，哈、哦、啊，所以啊，到底开罗宣言有效啊无？是有效啦。那以后壁因的诚信这个原则哈。哦因讲出嘴的算为啊，手啊手的遵守啊，吼、哦，无一定爱签字啦。本来这拢要实施，哦，所以你看，开罗宣言后边阁有一个波茨坦宣言，内底讲的讲，要甲开罗宣言来实施，哦，表示讲建楼真正要甲台湾甲澎湖迎合中华民国，但是真可惜，就是1950年6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入侵北韩，啊、哦，南韩、哦、啊，所以违反当初的约定，就是讲，中国以后建楼无必要去扩张领土，啊、哦，无必要侵犯其他的国家，安尼来争下美国，特别甲台湾甲配合向我中国，但是伊违反这条了，两天后，这个杜鲁门总统遂宣布台湾地位未定论，啊，遂派第七舰队。伫台湾海峡巡逻，哦，啊，无好阿强啊拍过来，啊，无好蒋介石反攻中国，哈、哦，好，啊，所以咱台湾咧是一个国际地位，就是一个日本天皇所属，哈、哦，美国军事占领中 ，OK， 好，啊，咱来看讲美军占领台湾的法律的依据，佮有甚物迹象？因为真侪人拢讲台湾哪有美军咧占领，我拢无看到美军。好，啊，咱即来看哈。好，第委任占领授权书哈。1979年以前，美国要阁承认流亡中华民国，但是1979年1月7日，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去跟阿强啊建交哈。这个等于了，就是等于本来较早麦克阿瑟迄个一般命令煞失效的，所以美国赶紧制定台湾关系法来代替。麦克阿瑟一般命令底下，伊的本质就是讲呐，代理美国军事占领台湾的授权书，啊、哦，但是即马这个台湾关系法内底就袂再去讲中华民国，干来会使讲台湾地理当局，台湾 authority， 所以即马美国所咧讲的台湾就是咧讲迄个台湾 authority， 好、哦，好，好，啊，美国嘛是要去放任流亡的中华民国政府继续咧统治台湾。哦，所以无论李登辉啦、陈水扁总统嘛是呢，伊是代理流亡中华民国政府呢。这个是中华民国的总统，唔是台湾国的总统。这个咱要分清楚，只是台湾人走去做因中华民国的总统安尼。好，这点要弄清楚。过来，2008年初哈，迄阵马英九已经选到中华民国总统啊，迄阵呢。玉山四号政经并推，阿扁有邀请马英九，哈，但是马英九拒绝。但是迄阵的 AIT 的处长杨朱立，跟美军的官员，伊煞坐这个云豹假车，哈，
入去恒山指挥所观察。恒山指挥所是咱军方吼政经单位相关的一个这个指挥部就对了，吼恒山指挥所，这个足重要的一个军事的政经兵推，竟然会使乎外国美国的官员，美国不是军哦，美军哦，会当入去吼。啊，你也想对一个国家？伊个最高机密的指挥所吼，防卫一个兵推，会当予其他国家参与。比如讲，你堪比是蒙古吼，啊，这尤其一般是文职人员，大部分你参观的拢文职人，真少讲美军的官员会当入去吼。啊，表示讲，那毋是台湾是迄个美军的占领，那会使吼，军方安尼，会使入去内底观察，会使讲视察啦。是上级单位来视察，我看你兵推了好势无啦？哈，好，啊，由美国下令涂销中华民国国徽的这个各式武器，哈，这去年的示威的那个判官演习，哈，另外，伊本来这种店家头前拢有一个，较早拢有一个国药，哈，国民党那个党徽，哈，拢有浮雕的，啊，但是这依稀可见那个涂抹的痕迹啦，哈。这无人机顶完，这本来拢有，因咧国药哈，拢嘛敷掉去啊。好，啊，美国有讲恐怖组织的三要件啊，第一个就是讲唔是国家，第二个有武器，第三伫当地征兵。啊，你看嘛，宾拉登唔是国家，宾拉登有武器，宾拉登用伊回教、伊斯兰教这个教义来咧吸引。因遐个人来参加伊个圣战，吼！啊，你来看，中华民国唔是国家，中华民国拥有武器，佫是你美国卖伊个。中华民国伫咱台湾甲平湖，叫咱台湾人去甲做兵，吼！啊，这拄啊，咱甲咱咧讲个讲，我啊这拄啊，含你美国讲个恐怖组织三要件，哈哈呢！啊，所以美国可能甲国家甲警告了，伊惊着。唔该，下令叫头顶管头拄下中华民国这些国徽拢来浮掉。你已经唔是一个国家，伊干嘛变作一个台湾地理东疆呢？那会使挂因的中华民国国徽去哩？哦，所以拢浮掉哈。好，那么台湾甲澎湖甲金门马祖要加入 WTO， 是许个美国协助用独立关分离关税领域的名义才加入的，那无美国协助。咱无可能加入 WTO， 哈、哦、啊！独立分离关税领域的意思，就是占领区的意思了，哈、哦，就军事占领区的意思。OK， 来，阿边啊，马六林进前捌刺杀飞弹，引起美国的关切，哈、哦，这是2011年5月26日的报纸，迄、那个这个中央社的记者所报的，这是上新的国王新闻周刊所报的，哈、哦。讲阿扁伫要落任前一两个月，捌下令刺杀一个中程飞弹，遂引起美国关切。一名美国的官员遂特别来到台湾的国防部来查证。迄阵的国防部是蔡明宪，伊讲美方对台湾刺杀飞弹真关切。一名美国官员资深的官员，隔礼拜就来到伊的办公室，问伊讲有刺杀飞弹无？啊，这个国防部长讲有啦，我敢那刺杀呢，阿未正式生产。这个蔡明宪当时保证讲，台湾发展的这个飞弹是要用来防卫，不是攻击。好、哦，啊，刚才讲咱有一个长矛，啊，咱拢干那个嘞，等人，人来要咱拍，咱才要射出去安尼。好、哦，啊，这现在咱都在遐热闹，咱要刺杀飞弹，无甲报备啊，美国就收起，就来咧调查，啊、哦，表示咱。台湾绝对是许一贯的，啊无，他也党拢伊咧管，吼、哦。OK， 好，啊，受美国军事管制武器发展的国家有韩国、日本、台湾，啊，足趣味吼。这三个较早加起来叫做大日本帝国，吼、哦。OK， 啊，咱来看伊管制内容啥哈、哦？飞弹的射程也是其中之一。你看韩国，哦。伫去年，甲美国开放予伊，
为飞弹原底是300公里，即卖会当可以做到800公里。哦，你若弹头那是300公斤呢，哦，你会当做到800公里。啊，那500公斤呢，哦，你敢来当要做到500公里呢？好，哦，啊，这就是美国对伊的军事占领地，哦，美日韩，不，那个日本、韩国、台湾，拢是美国的军事占领地，好，哦，这拢等于美军来解放的了，对吧？哈，好，过来核武研制，另外这三个所在拢有能力发展这个做这个核子武器，但是拢由美国控制掉，拢袂使做，哈，哦，另外。这个1986年，这个张义县事件，哈，哦，就是咱的核研所，哈，哦，中科院本来蒋经国秘密的发展核武，特别成功啊，哦。但是迄个核研所的副所长张义县，就是张献义，伊是美国的所吸收 CIA 的人，要成功进程，把一挂资料收集好，哦，准走去美国。哦，去甲美国报告讲，中华民国咧投资核子武器特别成功啊！所以美国随联络含这个国际能源总署的人，随做下来台湾，甲清大啦、甲中科院这一挂核子武器的研究的设施、仪器设备拢拆掉，好，哦，啊，反应炉甲你往暗头封起来，好，哦。过来战争时阵的迄个指挥权，韩国。指挥官是韩国人，哦，对，韩国部队指挥官是韩国人，副指挥官美国人。但是呐，到南北韩呐建起来，是美国这个副指挥官起来的领导，哦。所以3年前，美国跟韩国的这个军事会议有规定讲，2014年等于每年，按算要把战争的指挥权要献给韩国。但是2年前，因为天安事件哈，有只韩国船啊，有不明的鱼雷来对一国的，甲拍掉咪，所以韩国惊到，都要求美国讲，慢请遐紧甲指挥权还我完哈，搁延迟的对个哈。好，咱这个小姐在讲着，美国是一个法治的国家，一切拢依照法律来咧做代志哈。美国的总统嘛，是由国会甲法院来监督，唔敢违法。因为旧金山合约，包括台湾关系法，哦，这位阶拢监管的。这个美国的行政部门，哦，都国防部啦、国务院，哈，哦，美国总统拢爱这个依照这个法律依法行政，哈，哦。国际社会拢嘛了解台湾的真正地位，啊，就干那咱戆台湾人，哈，哦，用蒙在鼓里。我顶晚所讲只种种迹象证明，美国一直咧管台湾，吼，无离开台湾，哈，一直咧占领中，哦，所以你即马看无到美国无代表，无美军无代表，唔是无呢？美军即马拢穿便服，哈，哦。美国有派到2000名的人伫台湾咧做工作了，哈，包括上新呢，即马伫这个新竹的乐山，哦，这个雷达基地，这是上新的哈，哦。全世界大概有4座，德美国美国有2座，哦，啊，咱台湾只有1座，英国还有1座，哈，哦。结果台湾这个是咱台湾人纳税金，本来300几个就要做开，结果尾啊，因为马英九就中华民国总统了，美国惊到，讲爱个追加预算。到400空通液，爱加迄个加密的设施的对吧？哈，啊，叫做加钱了嘛，就咱台湾人纳税金去给因做的哈。好，啊，咱来参考其他国家因的自治建国模式来探讨。哦，第一个来看古巴，古巴是美国跟西班牙战争哈，啊，尾啊因伫巴黎签这个合约，规定西班牙。来放弃古巴，即跟台湾个类似啊。啊，割让波多黎各、菲律宾个关岛啊。结果美国协助古巴伫1902年5月20日来独立成功。
咱来看古巴跟台湾来做比较，拢是因为合约用放弃啊。古巴独立成功，台湾地位未定。古巴是因为是殖民地，啊，台湾是日本的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所以咱割让未出去。这边的查理，这个是殖民地，这个是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哦，查理安呢？过来，咱来看菲律宾的建国模式，嘛是巴黎合约为西班牙、美国取得菲律宾。菲律宾嘛有非独，跟咱台湾有台独同款哈。按、你这个非独，伊拢你这个反抗军拢用游击战哦，连袂来拍这个美军，啊，美军就去个追剿，啊，因为菲律宾。两千几个较大个岛，若要总加起来四千几个岛，啊，伊就走迄个岛，连咪阁走迄个岛。美国原来头阿莫咧烧，所以有家要求讲，好，你叫因个这个叛军的首领做来协商讲，啊，你阁我关十年，吼、哦，啊，十年了，我互你独立建国，就是讲我甲你一寡行政的制度创个较好势咧，吼、哦，啊，所以伫1945年。1947年的7月7日，在美国的协助之下，菲律宾独立成功。啊，你注意看，伊是7月7日，美国的国庆日嘛是7月7日。啊，介趣味哦，咱2010年，美国要求咱去华盛顿特区的使馆区设咱的台湾民政府来挂牌，咱嘛是7月7日，吼、哦，这意涵真深啊。过、哦、来9月7日，美国。替咱伫华盛顿办酒会，啊，9月7日啥物日？旧金山和平条签署的日期啊。过来看立陶宛建国模式，这立陶宛多伫个西，迄个苏联的西南方遮，啊，所以建了就随许苏联甲并吞。但是因的民间议会伫1990年3月才宣布独立，但是其他国家拢观望哈。因为到底你算真还算假？啊，迄个时阵，苏联的军政府嘛基本选举，但是立陶宛的人拢甲低者，所以迄个投票率低30%，哈、哦。所以国际就无承认苏联统治立陶宛的合法性，哈、哦。所以伫1991年，的9月7日，因家己公投办公投完成独立，苏联看大势已去，所以率先甲承认。咱来看立陶宛伊第一届选举的意思有啥物意涵哈？好、啊，即跟咱去参加中华民国联盟政府的总统大选，好、啊，咱来做一个探讨。就是讲，咱每一届吼、啊、总统大选，到你迄天摕中华民国的身份证，打入去到迄、那个所、迄、那个投票所去甲领选票，咱就先输一半，安那代表你承认你是中国人嘛？你摕中华民国身份证去甲领选票，搁伫自由意志之下去甲投票投出来，你甲看2008年，谢中廷跟马英九，甲去年1月14日，小英气势较好咧跟马英九选，结果咱两届拢选输。啊，这伫国外咧看这两场大选，你若甲当作统独公投，会咱选输咧，吼、哦，对不？谢中廷迄个咱输200万票，小英咱嘛要输个要80万票，所以安尼是足危险的哈。OK， 外国人个认为讲是恁台湾人欢喜要有通牌的人管，以后要跟中国统一，哈，这是外国人为这两届大选看开是安尼哈。所以咱本土台湾人应该对着中华民国任何诶这个。各级的选举啦，吼，不论是这个立法委员啦、啊，还是县市长的选举拢买吼。后来啊，咱来看这个琉球返还模式。这个琉球是1952年2月2日，琉球民政府成立，因嘛有行政立法司法，吼。这个民政府一定是爱当地日本人较亲美，吼，跟美国较配合的，你士绅哦来组成的，吼。伫1958年以前，伊拢用美型军票咧做，吼、哦，当作钱咧用。1958年以后，才开始用美金。伫1972年，还袂缓缓进前吼，琉球人若要去日本的本土，啊、哦，比如去四大岛啊，北海道、
本州、九州四国，爱用美国琉球民政府所发出来的旅行证件，因为迄阵琉球跟日本本岛等于咧是境外啊，哦，已经唔是日本的管辖的领土，哦，啊，所以琉球人要去等于日本等于就咧出国，啊，所以要提旅行证件，啊，当作的旅行证明书。那么咱台湾台湾民政嘛咧要求讲，我既然让你美军占咧，你美军爱发旅行证件给咱，哦，所以咱这个 travel document 就是旅行证件，哦，这以后咱会类似用这款的物件，哈。好，啊，你看，在1971年6月30日，美日签订琉球返还协定，这是就是美国政府跟日本政府谈上，日本政府要求美国讲，我爱付出什么代价，你才要把琉球还给我？美国甲开3亿2000万美金，好，哦，啊，所以伫1969年交这条钱交完，伫1971年6月30日签订这个琉球返还协定，所以伫1972年5月15日，尼克森这个政府把琉球返还给日本，哦，啊，这属南洋岛，啊，注意哦，拢无办公道，哦，所以有其他的民进党的这个学者咧讲有办公道，这无影无假。好，咱来看琉球伫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下的指挥结构啊，这是因日本人学者伫琉球返还了，有一寡为美军啊甲日本政府解密的资料内底，较整理出来迄阵的美国的军政府伫琉球的结构是安尼哈，这个阿美利卡美国合众国政府哈，下骹的国防部。另外，也靠美国军政府啊，甲民政府，以下命令来指示当初琉球人所组成的这琉球政府来管琉球的这个住民，吼，哦，同款啊，咱台湾民政府哈，哦，台湾群岛美国民政府命令也靠爱成立台湾政府，了这个台湾政府，哦，有行政、立法、司法。来管咱台湾，哦，这个住民，啊，就是咱自治，哈，哦，和咱家己管家己。啊，但是咱顶完有头家，就是美国军政府，哈，哦，啊，甲美国的国防部，这咱来叫部来啦，哈，哦。咱60几年来，伫中国国民党的党国教育下骹，哈，哦，咱足侪台湾人拢互教育变作中国人，认同中国。啊，这就是啥？85%的台湾人会选出无到15%的中国人，吼，哦！你看这两届选，那个总统的大选，就是其中有一半的台湾人，吼，哦，等于讲有1000万台湾人是许洗脑，甲变作伊是去承认伊是中国人，所以咱会选出，哈，哦，咱会输200万，还是输80万，就是安尼来。好，哦，咱那个。2008到2012，流亡中华民国的总统大选，甲当作统独公投，咱这两届拢选输吼，会变作通牌的台湾。马英九若要请解放军入来台湾，吼，甲咱合法并吞咯，吼，这是有可能的吼，这是国际上是合法的，因为国际爱尊重恁台湾人民主自由投票的选择，吼，恁家己的选择。这是足有可能吼，到迄个时阵，美国还是日本，若要插手干涉，要来救台湾，嘛真歹救呢啦，师出无名嘛。人台湾人欢喜感恩啊，恁是咧动安怎吼？所以台湾人会沦日永世浩劫吼，啊，这就惨嘛。咱的生活了，都要看阿强那边，赶快那就惨嘛哈。因为咱自由关系啊，吼，咱这样欧北美。台湾这领导人无要紧啦，你伫中国遐，你甲骂习近平，你甲骂看卖，连袂得，连去劳改哈。好，啊，咱若台湾如果独立建国了，咱来负担啥物责任、甲义务、甲风险？第一，咱得爱家己纳税，咱家己爱去少年爱去做兵来保卫台湾，嘛爱家己买武器，好，家己发展武力，好，啊，这种。是不是拢爱开钱？爱
好，纳税金这嘛爱开钱哈。好，啊，而且伫阿未加入联合国进程，咱来致力防止中国的武力并吞。其他国家无法律嘛，无义务甲你出兵，因为你来加入联合国，唔透共同防卫权。好，啊，你阿未加入，其他国家无义务甲你斗三共哈。咱以东帝汶独立建国来做一个例，伫咧东帝汶遮，啊边啊有一个罗马国家叫做印尼，哦，印度尼西亚，跟咱台湾同款，哦，边啊有一个国家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好，啊，这个东帝汶因的情形就是讲，伫1975年10月28日，因为葡萄牙独立成立一个东帝汶这个民主共和国。但是伫阿未赴加入联合国，到刚好随后印尼入侵并占领，伫1976年7月变作印尼的一个东帝汶省。了后的这个20年的时间，统独抗争，差不多死10万至25万人，正来死亡哈。那么伫1999年8月30日，伫联合国的监督之下，举行公民投票，绝大多数的东帝汶人同意做为印尼独立建国哈，但是伫公投到今年的9月下旬，差不多一个月时间，印尼军阁杀差不多1400个东帝汶人，而且阁摧毁东帝汶大部分的国家的基础设施，造成到今仔日东帝汶也阁是咱世界上上散赤落后的国家之大部分的物资爱其他的国家来援助。安尼有惨无？啊，这款的独立的结果，感觉咱要来，因咱这个独立的状况，跟当地人介讲，边啊拢有一个罗马国家，你拄啊独立，还袂徛好势，基础还袂拍好势，还袂加入联合国，伊起兵来，无其他国家会通甲斗相共，吼、哦。来一线之隔哈、哦，咱来以墨西哥州甲墨西哥国来做一个比较，这个是墨西哥州。下卡灰色的这个是墨西哥国，啊，伫这个边界哈，作者墨西哥的人拢一直要逃入墨西哥州，啥物原因？因为这边是民主自由法治较好趁食，吼，人权较有保障，啊，这边的人生活困苦，所以拢要往墨西哥州来这个非法入境，哈。啊，这就表示讲，两迄个美国军事占领这个墨西哥州，生活较好过，吼、哦，唔开人拢要往这个方向跑。啊，你来看，美国跟加拿大这个边界做比较，因为这两个国家的生活水准足雷同的，吼、哦，拢是民主自由法治的国家，所以，伫只大做舒服，大只大做生意，吼、哦，所以无人咧。偷渡了哈，过来，一海之隔，阿强啊，占领中国，这个红色中国，跟美军占领台湾，啊，当然是流亡中华民国咧，给咱代管哈。但是起码在美国的掌控之下，还不会太离谱哈。所以咱还看个变好真济，咱言论嘛较自由哈，生活嘛较自由哈。所以你看。十几年前开始，中国那边无人机规台无人机拢塞过来吼，驾机投奔自由作者，啊，过来作者为平潭岛，这渔船啊，为咱新竹的南寮渔港偷渡起来，啊，就为哪边帮寮屏东那边偷渡起来，哈，表示讲台湾好佳哉是由美国军事占领。所以较好过，所以因遐人拢要逃到来台湾。OK， 好，台湾若伫美国军政府的管辖之下自治，咱免税嘛，免做兵，嘛免买武器，吼、哦。国防军费是在美国爱负责啊，哦，想甲你甲我拍牌，甲我占领，哦。咱做省来经费来建设台湾，会当变做一个，哦，东方的瑞士理想家园，哈、哦。好，啊，咱来探讨讲，以台湾来入联，还是中华民国要反联来做分帖哈？以台湾的名要申请入去联合国哈、哦？要入去联合国的资格，要以国家做单位哈、哦？
那么咱台湾敢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唔是嘛吼？伊要那国家有一个认定标准嘛？爱有永久人口、固定的人那个领土，爱有政务，爱有外交官。啊，台湾国敢有？这个人口是怎啊？暂时咱拢提中华民国国籍啊，吼、哦，诶，国民身份证。啊，这个领土是大日本帝国天皇的啊。即马即个政府叫做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唔是咱台湾人的政府啊！哦、我讲咱有23个国家有邦交，哦，即马剩22个吼，冈比亚已经断去啊！哈、哦，迄你甲提个建交公报是中华民国外交部去跟人签的，唔是台湾国去跟人签的哈、哦。所以台湾国即四样拢无，所以台湾唔是国家嘛，啊，所以台湾无可能以国家。也免去你去参加联合国哈。台湾即卖目前等于是日属美战嘛哈。台湾即卖目前敢那是一个地理名词呢啊，唔是国家啊。卡苏咱台湾呐，真正要建国，爱五个步骤，爱照步来，照国际法来，一步一步，一步一卡印，袂使弄跳的哈。袂使为遮就跳来到公道遮来哈。咱一步一步，咱来看第一步。爱要求美国军政府入来台湾，终结国民党这个政权，家己请，家己请去金门妈祖，吼、哦，啊，让咱台湾民政府自治，啊，佮要求咱的美国、日本政府爱跟美国签一个台湾返还协定，咱来等于美日本，哦，等于日本了，咱嘛爱佮要求日本这个美国的国会，或者参众议院订立一个领土分离条款。有这个领土分离条款做法源，咱唔开会当办台湾公投来决定未来，看是要还佫带日本帝国内底，还是要出来家己一国跟大日本帝国做邦联，还是要独立做一国，还是你要去跟美国夹吼，即、哦、还是要做一个中立国，拢会使讨论吼。但是你袂使。这拢无共考虑，因为咱要咱台湾，我定讲台湾甲平湖这块土地要有两个主人啊，一个是拥有所有权证的主人叫做日本天皇，一个叫做债权人，就是因为天皇建书，你甲人的飞行机拍灾落来，军舰拍沉了，美军舰拍死，你这拢爱赔啊！台湾是许美国当作抵押品，所有权证登在美国手里，但是无过户，注意。抵押在美国手上，敢那银行咱来去，甲银行借钱，你得爱收款证，要抵押抵押吼，设定伫伊手里哈，讲这个意思。啊，你拢无去问这两个头家，啊，你得要甲这个物件刚管咧走，哦，这都无合哈，无合法理哈。好，过来咱来讨论，以中华民国名要重返联合国，重返啊你。那看1971年10月15号，迄个联合国的2758和这个决议文，伊讲了呐，伊只是把蒋介石的代表赶出去尔嘛。迄、那个椅啊，吼、哦，桌啊，甲名牌椅啊，拢要滴的哦。China 迄个名牌嘛要滴的，只是本来就是这个椅啊，迄个代表蒋介石的代表向赶出去，啊，这嘛话毛泽东的代表你要再坐嘛？所以中国并无要赶出去，是蒋介石代表中国这个代表向赶出去呢。好、哦，即马就换毛泽东的代表咧坐嘛。哦，啊，咱头拄啊讲迄个台湾是讲，伊无要靠人抢迄个刀啊甲椅啊，伊要家己做一条刀啊椅啊来边啊坐。哦，迄个做台湾，啊，但是伊唔是国家。哦，你袂使讲，干那讲台湾只是一个准国家，啊，你硬要讲家己拄啊像一只狗。啊！你甲身躯洗洗，我那个穿西装、拍领裤带、手牵来讲，来，我带你来火箭事务所办身份证。讲这个意思嘛？你还没有进化做人类，你还个是狗嘛？你迄四个条件还没有完成嘛？哈。好，啊！伫国际法的规定内底，中华民国伫1949年12月就已经亡去啊，已经死啊，所以无法度去代表中国。所以，中华民国跟他存金门跟妈祖这个叫做残余国家，
或者西爪瓦杯溜啦，吼、哦，都明明头前迄90%拢死去啊，剩迄杯溜还搁伫咧挖，吼、哦，所以中华民国硬死啊，啊，这死人免怎还人？哦，就敢若讲死人免怎搁去请身份证？啊，台湾国还未出世，免怎入殓？哇，一个死的，啊，一个还未出世的，吼、哦。好，我来讲一个故事啊。这个精神病院拢关一挂哦神经错乱的人，那么每三个月，这精神医生拢爱去请因出来，去评断一下，看关三个月了有较好无，哪好会当好处理，所以这三个甲叫来。啊！医生就伫这个白壁顶面画一片门，搁画一个喇叭锁，啊，甲因三个讲：啊，恁三个好啊吼，拢会当为只处理好回去啊。两个听了安尼，就冲下来抢迄个门把咧开啊。啊！医生就喊他：啊，这两个不好，还搁抓入去关。啊，剩一个，哎，这个应该好哦，伊也袂去抢，抢要处理，伊就啊，这个可能好啊，哦。啊！你太不爱处理，啊！你，迄个讲，嗯，啊！迄两个笑的，啊！锁匙伫我家，因两个无来甲我摕锁匙，要哪处理？哇！啊！医生愈，哇！这个佫愈食啦，这个还佫关较久的，哦。啊！咱来检讨这三个，这三个是毋是拢无承认讲伊家己有病？伊拢好个啊，哦。甚至上尾讲迄两个笑的，啊！家己笑的拢。无承认啊，所以头前迄两个去冲去开门的，迄是较无台湾意识、无独立思考的能力。哦，人讲就对行，牙香就对白，哈、哦，无当无牌，差不多是安尼啊。台湾人无做无通好食啦，啥物人管拢无要紧啦，拢咱拢爱做爱拼，较有通好食，拢迄款想法嘞。过来第三个，这是独派人士哈、哦。我较早哪呢？我民进党人遮济，你无来看阮干，你无民进党，我们也无在条，恁也啊，恁几千人呢也嘛无好啦。拢台湾自认为伊将阿有阿有这个台湾独立的建国的钥匙，锁匙伫我家啦。安尼有食力无？比头拄啊迄两个较食力哈。自认为拢伊较对啦。啊！咱安怎甲讲，伊拢不爱信啊！咱甲讲台湾民政这个法理论治，伊讲还无可能啊！啊，这诈骗集团啊，真侪拢安尼呢。吼、哦，咱看有时啊，看咱啊，钱甲安尼暗棍啊，紧作大条安尼。吼、哦、啊！我建议大家吼，爱较忍耐呢，因为因已经原来许个，即个民进党、即个立军呢，原来乎家己即个领营、即个教授啦、吼、哦、学者，原来用错误的论述。教教大家读个定国国，作定的，吼、哦，敢那认为因较有在条台湾独立建国呢，其他的团体拢无，吼、哦。啊，咱来咧看面讲，咱来软软啊讲，人讲软蛇啃牛，还是软蛇啃猪，吼、哦。你莫看面那钱甲暗棍啊紧当大条哈、哦，有时啊会啊欠款啊，对身体不好哈、哦。好，啊咱这个医生是。会使讲像咱即马来受人家 TCG 的成员吼，咱民政委上，伊拥有正确的国际法律，连贯帮观察啦吼，伊伫破病的台湾人，其实咱台湾人真正许国民党教教大家，拢有病啊，拢人格分裂吼，所以咱今仔来遮，等于往哪里学做医生啦吼，啊。咱有一个同心，往那北角讲一个故事。伊讲伊捌伫这个高雄罗德，遐有一个迄、那个一个精神病院，叫做龙华堂，恁会知无？哦，知影举手者。哦，我真济呢吼。哦，恁拢捌笑的呢吼。哎、欸，啊，这个主持人啊，真有爱心。迄阵台湾还无精神病院，所以真济人拢甲迄个起笑拢关啊，是锁伫个。房间，家己的房间内底，啊，开始有伊个收这人来吼，啊，互因弄过，
啊，叫人建材，吼、哦，自力更生。啊，咱这個同心有伫遐做过义工，伊都看到个人就好些好些，啊，你太不爱出去，哟，莫，外口做危险的，用钱呐，哦，外口还拢转销的。所以伊嘛无承认伊笑的吼、哦。好，我来讲啊，即摆外口较侪人拢像我那咧讲讲，有时啊甲我懵，啊你头壳有小歹无？意思讲咱来笑的对啊。我问大家，咱有笑无？无嘛吼、哦。咱来遮咧有做医精神医生嘛吼、哦。好，啊咱出去爱讲医哦，爱较厚的出去讲讲哦吼。哦外口是咪足多？笑的，笑的需要咱来出去甲因救啦吼，甲因医药医药好吼，好。好，啊，咱伫美国军事政府下骹的台湾政府，咱台湾来驻地吼。过来，吼，这是要建构理想台湾的未来模式吼，就是第一，这个是咱爱参考的吼。第二就是。立陶宛模式，咱拒绝台湾军政府体制下的选举，哦，让迄个投票率低于50%，安尼，伊就无这个管理的正当性，咱就要要求美国讲，你会使甲再来登去金门马祖啊，哈 ，OK， 过来就头拄啊讲的琉球返还模式，哈、哦，过来看日本结盟做邦联还是联邦。这个阁有一个写不对，中立国哈，那第五个当做中立国，邦联就是像大英国协或者邦联哈、哦。大英国协有50几个国家哈、哦，加拿大啦、澳洲啊、哦、纽西兰这东西哈。啊，联邦就像美国，美国 United States 那 state 等于国家，是联合50个国家所组成的美国啊、哦，或者 United States。American 哈、啊，啊，中立国就像瑞士哈，还是梵蒂冈啊呢？迄个中立国，中立就是像瑞士，伊有家己的军队，伊家己的国家，好、啊，伊也无去加入联合国，好、啊，伊但是瑞士足厉害，就是讲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本来要甲占领，伊先派一名的兵去甲拍，试拍看卖，试看。咸啊正，还是辣椒有险无？哦，结果起来作险的，夭寿！因为呐，瑞士的因咧做手表啊，伊咧工艺水准足高的，足精密的，因咧穿足准的啦。所以德国军啊，伊拢山地嘛，无法度用战车、用迄个闪电战安尼一枪来冲的，无法度。啊，用步兵、陆军入去战。啊，因这个瑞士的。边边陆军的步兵，因的枪足准，所以呐，你呐听了砰一声，德军就一个倒落，唔是死就是伤。啊，所以德国军迄一年里面吼，死伤惨重。所以伊讲哦，啊这啊无法度用战车闪电战，啊干呐步兵来啊，那砰一声就倒一个啊，看卖哈准绕道而行呐，都无甲拍吼。啊，咱就是以后咱台湾嘛要做个安尼。虽然咱若要做中立国，咱跟日本同居，跟中国同居，跟美国同居，但是咱嘛要发展家己的防卫，哈，好。中立国是较袂有啥物纠纷啦，但是你用那嫌甲，互人下你下袂得哈，像刺猬安尼，哈，刺牙牙，你要甲要食，你也插甲专凶，哈，好。好，那咱来检讨讲，本土台湾人对美国的期待。足侪人动心来上过个，啊，咱台要叫美国拨经费，予咱台湾民政发展组织啊，啊，过来，啊，那也要叫美军吼，赶紧甲，赶紧占领台来接管台湾，吼，过来，他要叫美国甲流亡中华民国政府甲刷去金门马祖，哦，拢有这款要求了，吼，啊，咱即马爱先检讨咱的身份地位，来，咱来有一个认知。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跟日本、台湾是敌对国，咱即马是战败者，咱从占领被占领，美国是占领者，伊是上位，哈，啊，咱是又占领伫下骹，哈。美国对咱台湾民众有两项要求，咱有准备好无？
伊讲叫咱咧训练4000名的储备干部，吼、哦。过来，哎，发41万份的身份证，咱这两行敢有做到？这两行咱也无做到的，你要讲要求加，吼、哦，就较无理由啊。嘛等于讲，咱美国是头家，啊，咱等于新人。你敢会讲你伫一个公司的变数？啊，看涂骹都有真侪笨者。啊，董事长来，你甲咱员工去甲董事长讲，董事长啊，啊，你太不爱涂骹清无清楚，清无清气。哦，咱就是身份弄错了。这个工作是咱员工爱做的。哦，咱等于咱的属下，上司甲咱规定的，咱做不好，咱顶多要求上司讲啊。变做无清气，你也无要清清的哈，这是错误的哈。好，台湾是一只未沉的航空母舰，这是麦克阿瑟讲的哈。啊，其实咱台湾人应该爱亲美日来共同防卫台湾哈。但是马英九哈，伊做总统了，足够甲咱载人，和咱台湾人来反日反美。你看，去年迄个马基奥。他们日本的男朋友拍台湾的司机，哦，电视透早报到暗，搁报到宵夜去，连续一礼拜拢咧报这個，要让咱台湾人对日反感，有无？过来用毒美牛事件，加一挂资料，和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去伫立法院来爆料，哦，美国要求作新冠牌，要进口毒牛肉，要让咱台湾人吃，吼、哦，啊，引起咱台湾人来反美。其实有法度防卫阿强啊来并吞台湾的，就是美日安保条约。啊，伊用这个来和咱反美反日，就是讲美军啊要来，还是日本要来跟咱援助，咱会跟伊对抗。吼、哦，伊用这步，所以咱莫要怪哈。好、哦，你看咱台湾直接跟边有一个罗马国家，头拄啊讲的东帝汶同款，拢有一个罗马国家在中国。我有时啊常常想讲。咱应该爱联合美日哦来顾台湾嘛哈，因为美国跟日本是全世界上强的两个民主的国家，武器拢足强的哈。做滴美国的军事内底，也是卫星电源爱用的零件，也是专利，拢爱用的日本的技术呢哈。啊，咱应该爱跟美国跟日本联合好些。啊，所以有时啊，我暗时咧想，空思梦想，哦哇。台湾吼，我伫中国较近，差不多2几公里尔。阿强诶，即马飞弹凊彩就拢300公里以上，凊彩射拢会射着呢。啊，如果咱台湾民政府，我咧想讲，那咱即种吼，我要来开国际标，发明两项物件对吧？上大机搁上来机啊，为台湾下骹甲鼓哦开，啊，搁发明上有力诶引擎甲倒咧下骹。啊，总个晒来到遮，总个搁浅，哦。啊你，你阿强个飞弹搁较拍嘛，来到遮就落来啊。伊无可能做迄洲际弹道飞弹遐大粒，迄一粒拢爱几啊十亿，迄要来拍遮吼，袂好啊，吼、哦。啊，若毋拄好拍一个伤强啊，顺风拄好拍入去美国内底，哇，引起。中美战争，哦，啊，美国拄啊借这机会甲修理甲修理金丝丝，哦，困拢摸袂忙，反正咱都我美国，哦，跟日本连接都较好咧，吼、哦，起码咱这种民主国家啦，哈、哦，好 ，OK， 哦，这只美国嘛，那个阿强啊，去甲乌克兰买，或者瓦格良号哈、啊，这个是。空壳船，啊！因家己倒来，因大连遐吼，家己发明引擎甲倒起哩，哦，一个汽车起嘞，要求烟遮大，啊！你看伊个引擎的技术偌歹，啊！这吼，那真正变战争，免啥物卫星定位 GPS， 啊，都看遐个青烟飞弹有影射就对啊，对不？啊，所以我甲何翻译讲，啊，用台语讲啊，我两公号，哦。叫做瓜两公河，啊！咱即摆甲笑了吼，伊想啊，这個、名歹，啊无阁改一个名，伊改做私人号。哇！啊，台语太啊，这私人号啊。啊！即摆甲笑，伊即摆阁吼，安尼歹势哦，
歹听呢，四人号啊，无阁改，伊即马阁改着辽宁啊，啊辽宁啊，有辽宁哦。今仔辽宁呢，伊航空母舰顶员是无无人机的呢，无载无人机，伊即个为东海啊，驶为台湾海峡要去南海，顶员无载飞机呢。啊，伊是安怎？伊本来大家预测讲，伊可能会驶为咱的台东的外海、公海啊，安尼驶为巴士海峡过。结果唔敢驶安那，那伊若驶去外口上远哦，伊的沿岸中国沿岸的省份的战斗机无法度甲保护，无法度飞向甲保护，所以就爱沿着伊的迄个海岸旁边安尼为台湾海峡驶落。伊的陆基型的迄个无人机开会当去甲保护啊，是安尼吼。所以真正了然，吼、哦，两公个减了然。啊，真啊，真正跟美国战啊，啊，真正规团死了了，死人了。啊！你最后啊，伊成军的是电源也无飞电机，吼、哦。啊，人讲哦，即马中国赚足侪钱，所以因的科技啊、军事武力哦，拢足强啦。啊，咱来检讨看嘛。人美国伫四十几年前，就阿姆斯壮的登陆月球啊，吼、哦。啊，这里拄啊，他拄啊都拍唔到，诶，不小心撞上去的吼。哦你叫阮囝拍，伊讲注意哦，撞青菜沙子就来倒去了。啊，拄仔像我较早用注意咧拍哦，我讲所有工作人员在明天早上八点伫广场集合。我拍工作人员啊，我无注意啊，伊是迄个搞迄个员工作人员，是搞迄、那個、所有工作人员马上在八点伫广场集合。讲个啊，电脑做啊，假搞的哈。啊，所以人美国四十年前就登陆月球啊。啊，阿强啊，吼，伫去年吼，搁咧学习太空枪对接，还是咧太空漫步。啊，即马即前几工啊，有发写一个要登陆的登陆艇要去月球哈。啊，你甲想，起码都差人四十几年啦，吼。就中国伊今仔日登陆月球，嘛要输人四十年的，吼、哦！啊，美国唔是停你啊，咧等你咧。人四这四十年已经唔知吼进步到安怎，已经去年会当啊，今年七月份，伊好奇号已经啊，去年啦，好奇号去年就已经登陆火星啊咧，吼、哦！你看这有厉害无？吼、哦！好，啊，过来，有人讲。台湾经过多年来民主选举以后，已经逐渐转变作主权独立的国家。听起来敢那是吼，但你注意，这国际法无这款法源哈。过来，国际上嘛无这个先例哈。台湾那个战争在我头头讲，这个战争在还袂清，主权要搁底下握在美国手里。啊！你注意哦，握有台湾的迄个主权，不代表拥有。我都跟他讲，你看罗连有咧，查甫手牵手，哦，查甫牵查甫手，握有，人不一定要给你咧，所以握有不代表拥有咧，吼、哦。OK， 哦，所以啊，美国嘛讲台独代表战争咧，我、哦、这真奇怪，真啊，台独对美国会跟咱拍。咱较早若听到台独代表战争，就是讲啊阿强要敢拍，其实唔是，是美国，吼、哦、主权底下伫美国，啊，这都我诶底下伫我家，你要甲我提对啊，吼、哦，当然是美国会甲你拍，吼、哦，好，好，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今仔先讲到这，我到二十分吼，三十，啊，我搁继续，搁有十分钟，来，即卖大日本帝国领土范围含新的日本国的领土的范围，咱来看卖。你即摆分钟，这个麦克阿瑟吼，去占领日本了，后伊个这个日本改宪法，改做和平宪法。哦，原来大日本帝国只只红的东西，韩国、台湾，甲包括南海哈、南沙群岛哈，啊，过来琉球这东西哦。但是，第二次个建了台湾，跟澎湖。许美国军事占领嘛，哈，好，那么朋友嘛，这个琉球已经伫一九
七几年回归日本，哎，这么几回归这个新日本呀？因为新日本哈，那就看新日本跟他村八个岛，本州、九州、四国，哈，跟他村只爱几许大岛，这是波茨坦宣言所规定的哈。啊，旧金山合约有叫这个约束哈，跟他日本会当留这四大岛呢，加伊的附属周边的小岛屿啊呢。OK， 啊，新的日本国。在《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了，伊背叛大日本帝国，加入联合国。因为较早咱这个大日本帝国是跟联合国的前身，或者是这个同盟国，因咧修建的嘛。即嘛，新的日本政府加入伊联合国，就是加入敌军的对吧？等于讲较歹听，背叛日本天皇，哦。所以即马无背叛的，都要存咱台湾朋友，要搁咧效忠日本天皇。好，但是因为咱受到旧金山合约关系，咱被放弃管辖权。好，本来日本天皇委托日本的首相总理咧管台湾，啊，因为即马已经切断这个管辖治理权，把这个管辖治理权放弃，交予伫美国的手里。哈 ，OK。哦，这1956年12月18日加入联合国，哈，这因脱离大日本帝国而自治，哈。OK， 即卖日本政府是一个自治政府呢，哈。所以即卖开始被咱这个论述一直在发表，所以安倍晋三即卖开始被修宪，要把因的宪法修改，要把因的自卫队改做国防军，有无？这就是原来美国开始想讲，阿强啊，即卖。强开了，气压压，美国要去甲日本去甲起个大案起来，放任何伊修改宪法，甲自卫队改做国防军，哇，好，过来咱台湾政府公民身份证的意涵，你注意这有一个 TW 这个分类，以后在本土台湾人口我都摕到 TW 这个分类，本土台湾人以后靠。参政权，哈、哦，嘛，可以当做公告人员。啊，那中国人伊摕到的这个 class 这个分类，或者 CE Chinese exile， 就是中国难民，因摕迄个叫做难民证，啊，因无袂使参加公告人员，嘛无袂使参加选举，哈、哦，无论是参选还是投票，因拢袂。所以以后咱就无男女对抗，哈、哦。所以以后台湾人就是会当决定。家己台湾要何去何从？吼，一挂公共建设，吼，一挂代志拢会当公道，吼，安尼就无男女对抗，吼。OK， 这咱的公民权利法。我是台湾人，唔是中国人，啊，所以咱来提这个来代表咱的台湾人，吼。我爱台湾，我提台湾政府的身份证，吼。所以咱要求咱大家爱赶紧叫咱的亲戚朋友赶紧来签身份证。这个是日属美战的这个，咱2010年第一开去华府，这个酒会时是美国提予咱这两张图，吼、哦，予咱炸弹啊，啊拢无讲啥，是咱秘书长读到太好，谁知影讲啊，原来这是日属美战的意涵，哈、哦，为啥咱开始往那，因为咱都开始咱去告美国，从大清那么认为台湾是美国的。是日是美属，结果美国讲美国不拥有台湾的主权了，啊，佮上咱这两张图，咱个开始发现讲啊，台湾还佫是日本天皇的，所以咱个开始2011年，唔佮伫12月20日去日本，吼、哦、去靖国神社祭拜咱的台湾英灵，佮去甲日本的天皇祝寿，就是为这个，因为这张图开始。来，诗诗有两种，台湾也有两种，吼、哦，我咱来看卖。一个是政治的台湾，啊，你知影政治会在讲，看到人讲人话，看到鬼讲鬼话，哈、哦。啊，政治是最高明的骗术，啊，所以你甲注意看，台湾地理当中就是流亡中华民国这个政府，伊的头家是美国在台协会，在足奇怪哦，美国在台协会。是一个美国的民间组织，竟然会当管
中华民国这个台湾地理当局。哦，啊，美国在那时社会伊头家是国务院，哦，啊，总头家是美国总统。啊，咱来看另外这边华理台湾，咱台湾民政府，咱的头家是美国军政府啊。过来顶管是美国国防部，总头家嘛是美国总统。这边的华理台湾照法律行，该安怎做就是公事公办，袂当互你模糊。因为公布这军方，这是一个命令一个动作，所以在1996年，迄阵的彭明敏跟李登辉咧选第一届民选的人民直选总统，啊，李登辉咧讲两国论，阿强啊作袂爽气批评，就封锁加人降价，讲降外海，为一个演习区讲伊的飞弹要刺杀，这对台湾。伊经济贸易甲人民人权拢有真大个损害，所以美国总统克林顿随依据《台湾关系法》派两架航空母舰，一只独立号，一只尼米兹号，一个顾虑北台湾，一个顾虑南台湾这个海域，吼、哦，阿强啊惊着，随民军收兵，美国甲放声讲，你较细只，你莫甲我拍着台湾的领土顶管。所以阿强啊，讲来惊着，阿强啊，无想到讲美国会派两架航空母舰战斗群来到台湾，这要开足侪钱哈、哦。所以有只会当看到讲，美国总统哦下令国防部，国防部随为这个太平洋总司令部这边发命令，叫独立号、含尼米兹号这两架航空母舰战斗群随来保护台湾。哈、哦，啊，这就是台湾关系法里内底第十条所讲的。维持美国的能力，这个能力的包括武力，包括经济能力，以保护台湾边关的著名的人权、甲财产、生命的安全来保障，这是美国的责任。OK， 所以，咱来注意讲，这个华理台湾，就是咱今麦咧遵循这条路线，看流氓政府因今麦弄咧。哦，苏伊得病哦，你甲看马英九即马所讲话，敢会听得？哦，真正是政治是最高明的骗术。咱恰着台湾人，戆台湾人，真正两届选举拢有骗你。伊马英九做八年的台北市长，做甲遐烂，台湾人看无清楚，选伊做总统，四年了，阁选阁有法度互伊连任。你看咱台湾人，迄个洗脑到偌严重，吼、哦！啊！我对咱本土台湾的期许，你看，这个一丛遮大丛，这伫迄个台南成功大学，吼、哦，这丛有大丛有水无？有够用吼，食甲肥肥对无？有这个就是国民党，伊带咱台湾的呾定根吼，定几啊千万条的根，安尼盘根错节咧，输咱台湾的养分。就咧，甲咱抽税金嘛，哦，叫咱去做兵啊，哦，啊，拢立立互伊去外国。那100亿个经费要做工程，差不多70亿可以分掉的，差不多剩3亿真正做伫工程顶管。所以你看看，一个赫伯台风来，就甲所有的台湾的桥梁，即个公共建设做一个。做验收啊，桥梁拢差不多，那国民党做的拢差不多断啦。啊，那人个家己迄个嘉义行善团做的拢无断到半条。哦，921大地震摇了到底，就知影讲公共建设吼偌烂。哦，你看好佳在迄暝是暗时啊，地动点外地动，迄那日时啊咧上课，咱有偌济台湾的少年囡仔爱伫学校要跌死，迄学校拢公共工程啊。拢帮你哈。